在泰安道五大院这边，就是很好出片的地方，都是这种外国的建筑物。然后今天来这边拍照的时候，有看到一对新婚夫妇在拍照，他们在拍婚纱照。我今天是要帮一个女客拍照，就是来当陪拍的那种。今天风很大，真的是很冷。这边有一对在拍照，然后这边有一对在拍照，拍摄影师。今天是被浪漫包围呢。第三对，等一下给你们看我陪拍的情况吧。哇，我等这个旅客真的等了很久，我从2点多等到现在，然后我现在很冷。今天天气就很大风啊，然后整个就是很冷，来补妆一下。一个台阶，一个角落，走下。这个姐姐真有，哇哦！拍到我的眼睛都红了是吗？看我的手 ，Oh my god！打卡地，那么多人，哇塞！这个泡泡有点浪漫哦。现在去看房了，因为我现在住的房子它过几天就到期了，所以我要去物色新的房子。现在看一下那个楼在哪里。昨天大致上说，没问题。先录一下这边吧。您旁边这个小姐姐是俄罗斯的。哦，俄罗斯啊。Looking for a cup of coffee
watch me smile while I sharpen my teeth. Cinnamon and applesauce sounding so sweet. Get these bitches off me. Maybe we should spend some time alone. Feeling like it's always just the same shit. Why they always gotta say shit? I hate it. Look at you, you're stretching like elastic. They should call you Mr. Fucking Fantastic. Something like an addict. But you know you can't have it. And the funny thing about it is how everybody knows that you can't hate a love song when you're working on your own. Thank you. 我的 friend 们在打工，我们学校的文创雪糕，还要请我吃一口。我跟我朋友现在来参观一个公司，然后过后会有一个面试环节。啊、OK。那现在在等着面试哦，看我们的履历表。然后我们要，但是我们会英文嘛？我们要用英文嘛？英文。面试？可是不能，我只能用中文面试。我的英文真的是，哇！看他住了其中一个地方，他住哪里？哇哦！给我，给我，给我！三个人一起去面试哦。我们三个人在这边等候。那边是要有当然会收账款的。啊？嗯、是嘞。我那边是要追账的，我是我以前追账。蛮空的，现在的图书馆。这边是四楼，然后现在图书馆还没有很多人。我去看一下还有哪里可以坐。哒哒哒哒哒。这个是老校区新建、重新翻修的图书馆。我惨了啦，拍到你的脸了啦，真的是。OK， 来。OK。隔壁。
猪颈肉，还有那个咖喱鱼肉，冻汤。我们现在去四季酒店，然后我去酒店是为了要上厕所，他苏欣去是要换衣。现在是我们这些奇葩人来别人的厕所了，全部都是去接接演唱会的人，超级多。真的很羡慕他们能够打开票闸进场，看台票往这儿进，内场票往北走。这是刚才有一个小姐姐给我们的很好鱼。吹残过的样子，真的是很冷。来这边。